好了好了，走了，赶快耶啊！好了，好了，干！好了就好了，等他们来。你走了，你随便。我鸡巴靠三鸡啊，干！快点啦，不要再来！俊伟的，俊伟的头。哎哎哎！大桥怪，哎呦，大伟，大伟，大伟，过来，太刀了，大叉子，叉子，十，给，帮我一下，我舅舅，不要说我舅舅，不能叫我舅舅，小心枪。在里面，等把它打开。别笑，人在哪？啊，猫在哪里？下面。哎，这个等等。坏掉了，手坏掉了。啊 ，OK， 好。跳了，在这边，按住。我更紧看起来。哦，对。正常。本次啊，就是我们本局啊，在日前啊，我们收到消息说啊，这个名人会啊，意图啊，要染黑我们的原民部落哦，那甚至啊，放风声说啊，我名人的牌给你哦，你去那个部落里面发展哦，能吸收这些原民的朋友啊，成立啊第一支名人会的原民的这个部队啊，那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也是非常震惊哦，那就开始啊。来针对啊这个帮派啊来做跟踪扫荡哦。我们首先发现啊，这群人啊不但啊吸收啊以名人会的这个招牌吸收啊这个部落里面啊未成年或是中辍学生啊作为他的打手之后啊，开始在部落里面啊危害，然后聚众斗殴哦，砍人等等哦。那最近一次啊，更夸张的在南澳乡的南澳运动会后啊，隔天哦聚众啊来做杀人的动作啊，导致被害人啊这个头部啊还遭受刀伤哦，遭砍啊十几刀哈，那有很严重的伤势哈。那这种部落跟部落间的对决啊，那尤其又仗着名人会啊，让这个部落的长老都直呼啊，连祖灵都不会原谅你哈，上帝一定会惩罚你。那我们原民的心声啊，我们警察听到了哦。我们本局获报之后啊，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啊，针对啊他帮派里面的成员啊，还有彼此的关系啊，进行追查啊，发现啊，这以良姓男子为首的我们名人会啊，南澳分会哈，那吸收这些啊
未成年小有善战的这些啊原民的青年同胞啊，在危害部落哦，那让这个部落的安宁啊都遭受到危害哦。那我们警方啊，当然啊不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哦。我们经啊报请宜兰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那在前日啊，昨日进行攻坚扫荡哦，我们动员啊近百名针对啊啊该帮啊啊进行扫荡攻坚，我们逮捕啊。梁姓祖贤等八名犯嫌哈、哦，那并起出了在场看到的哈、哦、猎枪，他们都拿彼此拿猎枪啊，不是打山猪，是来打族人的哈、哦。然后还有他拿这个改造的枪支啊，就来犯案哈、哦。那一举啊，将八人啊逮捕到案啊，全案啊，我们讯后就医啊，违反组织犯罪条例、杀人未遂、伤害，还有枪爆弹管制条例等罪嫌啊，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好，谢谢各位。所以守地员。